这么小的盆种这么多肉，每个种一颗。来了，想想我咋种啊？先生，换个盆吧，我真心建议。我不。哎，看比比现在放的。哎，对，这是他要的盆儿，这是他选的多少？拿这个吧，拿这个吧，你待会儿全种这里。你就用这个就可以了，你那个你就。我不，我要想想我咋种。来，开始种了，找一个网子钉上那个孔。啊，堵住那个孔。对，防止这个泥土外泄。有吗？然后盛大概三分之一的土，盛在棚里。一下就满了。然后我们这个多肉首先可以把它的枯叶清理掉。好，因为这枯叶在里面积累多了，后期的话会腐烂，会长虫。然后再把这个花盆取下来，把多肉往里面摆。哦，直接让扣。多肉往里面摆，因为现在是夏天，多肉的这个休眠季它生长比较缓慢，所以我们今天就不修根了，直接带土种植。你看，我就直接把这个放在拼在一起就可以。对，好，多拼几个吧。明白。把这一盆全部拼满。像我这样一盆，如果种满了，感觉这形态可以了，可以铺点石子美化。啊，就生病了。你昨天真的塞进去了，你挺厉害。你有点东西。雨点真有蛮霸蛮，你是真有蛮霸蛮的。还这么小个杯子，哇塞！要不换一个吧？断了。然后你再铺点石头，这一盆就基本上完工了。啊，我还没擦完呢。告诉你，这盆基本已经就这样了。就这样了。